一步在干嘛呢？这个是你做进来问一下的，就要换这个。好。因为这个什么情况？这个刀是伸不进的，在这个模具的，对，小了，伸不进了，要换一个小一点的刀。哦，换刀。所以这个头主要这么换。哦。它是一套的。哦，这个刀也换。对。哦，这个可以连个那个刀，还有一个小刀。一共就两把是吧？那就这个在这个。这个叫上咬合轮，换掉。操作那个操作说明里面有没有啊？像是有的。这个刀小的，要换这个小刀的。哦，就在头子那里。这个臂也要换掉了。哦，整个换掉。这个小刀的。哦。一共就两套是吧？150以下的要换这个。总共三套，还有一套粗的，那半边刀。你们的配件应该是。那个是切，还有一把是切后排，切一点零下来的。啊，这里面有大的，一把大的一。哦，一共有三套。三套。那、这个是小的嘛？我们等会儿要用的是。这个杆子叫什么呀？我们说的悬臂。啊、哦，悬臂一样的悬臂。嗯。这个没咱们做吗？这个就是大刀的，就是切后排。哥切好了，看那个改臂先忙一忙了。对啊，帮我小臂差不多呀。啊，帮我小臂差不多。观众嘛，一个了要喊出啥个专业激光喊出了难的。哦，调频。你这个是要先下来吗？还是已经上去了？上去了。哦，那我这个拍到了吗？You need to change a new one. This is smaller one for the diameter less than 150. 对，他就是把这个大的换成小的。哦，这个好麻烦的。没办法，因为它那个直径太大了，刚刚那个太大了，塞不进去。哦。
是一个螺丝，它就手拧一下就可以了。哦，一个定位作用。哦，就不用拧太紧。啊，对，它只是一个定位作用。哦。哦，这上面的才是固定的，啊，下面的是定位的。这个是定位。只有换小的要换这个。它还有一套。三个像你客户买的这个，它最大到1.25米，其实不用换的，用刚刚那个。没有1.25米，800。哦，800就不用换了，就刚刚那个就可以了，因为是中型的。最终你里面有一个加强臂嘛，就是一个加强臂压上去。这是最小的一个悬臂。嗯。这就换好了是吧？没有，还有上面还要加那个。哎，不要，你先把模具上起来，大哥。嗯。来。Now put the new forming head on. 来。人山人海。我拍啥呢？这是干啥？松吗？还有差一点点，还要松一点。反正刚好松了一点。你的手机可以暂停吗？对，你先暂停。视频连着也行，太长了都发不过去了。到时候剪一下，要剪一下，修一下，不然这个太乱了。看不懂。其实他们自己没有拍整个的教程的视频，那客户咋搞定？一般都是在现场售。哦，那他们现在提供现场售后的是谁呢？那个陶吗？还是你们的？那个壶？对。壶也可以，他也可以。哦，他们都可以是吧？那方便去是吧？好，没事。如果要嘛，到时候让那个壶去。对，我觉得他比较厉害。当视频最好，是吧？他以前300的生产的售后主管。但是你软件机那么忙，他能去啊？可以。以前他最水平最好。是吧？我感觉他不是去法国什么的，到处。他毕竟做了这么多年了。就也不慌，客户搞不定可以有现场售后的，可以送技术过去的。不用担心。一般应该是可以搞定的。另外，很多 Spirit 的机器，他们自己现场就看一下也可以。一模一样的。啊，一模一样的。一模一样。这个远程交也交得回来。我们有个芬兰的客户用 Spirit 的机器买的我们的配件，买了两三万美金，对，买了2-3万美金的。分配的。他是买了，我记得是用了好多年了，边上买了个二手的。那叫2020S 还是1602S？ 2002好像叫做。他最新一次比价，他说我们没有比过那个 Spiro， 我说不可能的。啊，我不敢相信，他说运费没有优势，没什么运费呀。Spiro 的配件至少跟5倍价格。配件也挣钱，对，5倍。哦，这个是刀是吧？这个。Cutting blade， 你就这个扭好就好了。它还要调，我这个拍一个视频怎么调节的？哦。国外人工价贵，一个工人的话，我们一个工人得10000块钱。材料确实差不多。啊。This is the gap. It should be.The mature thickness plus 0.5。再把那个刀顶起。没事，我锁一下。16啊。嗯。有这个。哎，这个要包括呗。没有。没有，这先后一个。好。哎，你教这个说轻点。你不调好了吗？高的。高的调好，那个上午到机器应该了吧？上午到这里了吗？你当这种就好的了。
那日干的 LCD 拉不出货，要拉出来，拉出来。你调不到啊？调不到嘛了？我到大概调好个嘞，调上到。哎，调不到。调上到，那个不是各个刀要去调了吧？对不对？那个刀又要调间隙了吧？你现在下刀不动嘛？跟那个你不动下刀是吧？对啊，我。他因为他跟那个是匹配的呀，你用不到调下刀啊，下刀你等会那个间隙要去跑，尽量不要两刀。这你调上刀好调啊，调上刀了下刀不动的呀，每次你只要直接装上去就可以了。嗯，好，去个呗。这个机器就是完全是 Zero 的一个版本，嗯，对，这种有改动。基本是第一的，没什么改动。哪里塞的啊？配件都一样的。你那个哪管呢？气管掉了，冲我脸上来了。嗯，好，那个是第二，那个是什么？那个是后板，可以做了两米。被摇起的。啊，直径可以做了2.5米的。我带你看看那个。还是给他们。这的间隙是怎么调的呢？像薄板的话，我们一般性就是有一个十四的卡在这里面啊，再把它这个螺丝锁紧啊，然后tighten the screw。就是把这个的螺丝锁紧。这个就换好了。嗯，这样就好了，就是。这两颗螺丝。一定要锁紧。These two screw must be tightened well. 因为它不锁紧的话，切割的时候它会跑掉。If not, when cut the pipe, 现在塞进去 ，it will run off. 还要用这个尺子。嗯，在这个尺子应该是。你刚用的0.1。0.1的，我们一般也先试一下，在那0.8、0.7、0.07，这是0.09。这个叫什么尺？这个叫三尺。3尺。就是工具箱里配的。就是。Now use 0.08 to check the gap。塞过去，顺利的通过。If it can go through successfully, 这样是不是很轻松的通过了？就说明 it will be okay. 这里有89斤，好是吧？嗯。就是 put this on for fix the forming head. 这个就固定模具的。啊，固定模具。我们一般你装这个模具的时候，就是看这个咬合栏刚好在这个槽的中间。哦。这个位置啊。就是不如你可以推前推后，不然推前推后它会不准。When you put on the forming head, you have to make sure the position is at the middle of the same wheel. 不然它那个筋上来刚好卡在这个边上，或者卡在这个边上嘛。那你这个的讲究还挺多的，客户肯定搞不定。搞了。应该还是要弄个技术过去，估计后面。其实本来他们有的。那是供应链老板。你看。你看吧。没好是吗？不是，水孔没开。他拿上来的水孔也没开。哦，换模的时候还把水孔开了。老厉害了，哎，大角度没在，这个角度，这上面有刻度吗？
大概到一百、那个下有这个角度是要调的，它都在这上面调。喏、我看它这个刚刚就是按这里按一下，那里按。调这个。Angle up, angle down 嘛。哦。这里的英文不是我。你翻译的是吧？理论上那个后面的料架的时候，你要跟着摆的。我们这个料架到时候，对吧？我刚刚跟你讲的话，边上放的那个，那台机子边上放的那个，那个是干嘛？那个就放在料架底下导轨，导轨就是啥？那个要跟着，那个也要发轮，到时候轮子要架在那个台子上。理论上这个料架角度要摆，这个手工摆，机器角度要摆，对，料架是手工摆，那个一推过来就好了，很轻松的。还有轮子吗？机器是电动的，机器轮子，这个是电动的。万事开头难，反正。小管子不好做，对，小管子大了好做，大了好做。水有没有开啊？没有空调，水开一点，水要还开大一点啊。可以了，先要不要把这先切掉？就先上来一下，走路看看。没事，你切切。切个再说嘛。你先切看看有没有要调整的。有。你先那个，先不要走，顶一下看看它管子顶了多少。好下，那够了吧？不是太多了，不是够了，太多了，太多你咬下去的。我就是那个，这个往后退，它顶得太高了。是不是顶得你退太多了？没事，再转过一点，再转过一点，我再顶。再顶一下。好，再走，可以。行，那可以。没事，看看能不能割穿。割穿了，已经割穿了。已经割穿了。刷了吗？刷了，走。割穿了，看能不能剪着呢？老割穿了。它这个成型好像很拧巴的样子。对啊，这个。它一上去它就会皱的。只要做出来好看就行。做好了就可以。哦，它一步一步的。这能不能再下去？下有没有下去的针？这个往下压，往下去的。好，等深。这个应该可以调的吧？这个还没前面的好呢。这个形状应该可以调。多看多烫就会容易这样。好了，这样就好看了，这就完美。对啊，这个咬出来就没。说这个，这个可能我下次我要去教他重焊，把这个给他掰歪一点。不是，我等会我教他重焊。他现在有，可能我们也问题。他现在焊接的这个位置啊不对，这一个扳呐、焊接的位置不对。你看，那个老火，看那一节都要做不到了，你知道吗？没有，能做到了。好，不能进去，清洁箱等会儿。